请打开周报第二页。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如何面对教会内部的危机。那这个不是我要定的题目。从今年开始，我已经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我们现在进到第六章。进到第六章，前面的几次，过去的几次，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建立了，而外在有很多的逼迫，而使徒在。 神的大能的保守以及圣灵同在之下，一次又一次的度过。到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外面的危机已经好像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外面虽然攻击仍然不断，但教会终于可以好好的生存下来了。那今天和下一周，我要来。 请各位一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第八章，在这两章当中，我要来分享两个主题。可是这两个主题都围绕在如何面对教会内部的危机。请你打开周报的第二页，那经文在下面，《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在开始分享以前，我问一个问题。 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组织是有外来逼迫的时候，这个组织存在的威胁较大，还是一个组织有内在危机的时候，这个组织受到的威胁较大？请问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后面的。那大部分人都都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 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当然，外来的逼迫如果是非常强的，是全球性的或者宇宙性的，比如过去人家说二零一二，对吗？或者我们说地球暖化的危机、温室的效应，或者是遇到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或者是过去二零零八年，我们说全球有一个金融的大危机，那这些外部的冲击当然非常大，不是一般我们能够评估的。但是正常而言，正常而言，外来的逼迫虽然可以对组织产生一定的破坏力或冲击，但一个组织内部的危机，才常常是造成这个组织衰败或者是瓦解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也曾经听说过，虽然这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美国每一次在他内部危机很大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大家都这样讲，他们就兴起战争，因为这样。那我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告我，我这只是听说的。可是好像很多人也这样讲，当一个内部有紧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做对外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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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为什么？因为这样内部可以统合起来。那这是一般的组织，一般的组织。 事实上，我们看到个公司也是这样啊。有如说候，外来的压力、外外来的强大的竞争力，内部只要团结起来，一心一意，难关总是有可能化险为夷的。可是，如果乱从内部起，好像问题很困难，不容易解决。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通常，外来逼迫会让我们更同心，而内部的危机却常常较造成教会的分裂。 在建堂的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得很清楚，在建堂这件事情上面看得很清楚我。我啊啊知道很多的教会建堂，有的时候我也他们也问我一些意见，我也跟他们参与很多的讨论。有一个教会，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地，他们就说要盖，他们就说要盖，那他们就去问我的意见，那我就跟他说，看他们教会发展的那个路径，我就跟他们说，盖就盖的大，要么就盖大一点。他就说我们教会长子会只通过盖四楼，我就说那你可以盖几楼？他说那个面积盖起来。 可以盖到七楼，我就跟那个牧师说盖七楼，啊，我说但你要祷告，我只我的建议是看那个局势盖七楼，你们马上就可以呃坐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我说那我不敢说，不过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会盖要盖七楼。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呃、因为我们盖四楼就要花多少钱，那我们多少年之间都还还还不完。我就跟他说，只要同心一盖完，过不久就还完。他告诉我说李长老你不知道。 不一定的，我说，所以你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建堂，你最要紧的事情是里面的牧羊，跟建造，而不是那个外在的那些事情。后来他就说好，他就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可是呢，他就只有盖四楼，因为长治会通过四楼。我就跟他说，你再问长治会可不可以钢筋打七楼盖四楼。他就说，哦，那这样子好像可以。后来他们就就就讨论这个事情，就地基是盖七楼的地基，不是只有盖四楼的地基，因为我说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又有建壁率，又有容积率。后来他们就盖四楼，盖完了之后就满了，人数就满了。以后奉献两年之内全部付清。他说：“糟糕了，现在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如果内部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内部的危机常常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一个角度来讲，由于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应该互相接纳，彼此相爱。 是一个内聚力相当强的组织，但也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位看不见的神，那其实那个真实度已经到了一个我们看不见也知道，可是因为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互信是连接上很重要的因素。一旦内部产生危机的时候，因为彼此的束缚或者约束或者那个爱是看不见的神，再加上。 如果我们不来这个教会，旁边有很多教会嘛，对吧？你们知道我们旁边有很多的教会，你走过去斜一个角度，一个是基督之家，在斜这边的角度，这边有一个长颈鹿的楼上就有教会的，长颈鹿教楼上就有教会的。所以你很多地方可以去。所以内部的危机总是教会最大的困境。啊，今天我们读到第六章，我们就发现初代教会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内部危机，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处理。 最后结果非常好，可是你知道哈，人都是结果来看，说早知道没有那种早知道的，早知道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明白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怎么面对《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一节，你们读二节，七节我们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对不起，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博罗戈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 第七节，请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从这段的圣经只有七节，我们很快的看过去，我们觉得真好，发生了一切事情就解决了。可是真正的事情发生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事后事情解决了，你回去看，你说：“哎呀，感谢主，很顺利。”或者事事前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事后看说当时就应该那样处理。 这都是事后的诸葛啊，当时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啊，每一次经济大波动以后、啊、事后的人都说那件事情当时就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谁不知道啊？事后来看都很清楚的。哎，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买股票的？不要点头也不要摇头。你觉得事后看清楚不清楚？啊，你们也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了，对吗？事后看都很清楚，当时看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后来你说你看，当时就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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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来了嘛，已经要这样了，哎，都为什么我们都没看见了？对呀、啊，如果看见你就活该了嘛，对吗？不会的，地方里面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从经验当中，从圣经里面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初代教会。 所记载的这一段事情，让我们看见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请我们来读第一节，到底危机怎么会发生呢？我们来读第一节，预备，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初代教会这一个事件，让我们看见，其实感谢主的恩典。 其实大部分教会的问题都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了，只是我们以为那个是写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写我们教会，那是写某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读起来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伟大的地方，神已经把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会遇见的，先告诉我们了，可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教会危机发生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成长太快，请你写下来，成长太快。 成长太快，在《使徒行传》第二到第五章，我们发现教会成立之后，人数增加非常的快。刚开始只有十二个门徒，几个妇女，短期间之内就变成有一百二十个人，他们就在一起祷告。以后聚会过了不久，就三千人信主，以后三千人受洗，有五千人信主，就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至少成长到八千。如果我们这样讲，但是还有很多小的聚会我们不算，所以事实上可能有上万人。 他们彼此相爱也非常的切实。圣经上说他们在店里、在家里拨饼聚会、祈祷，新信主的人一直加进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有财务的需要。你知道当时的教会跟现在的教会不太一样，因为当时一信耶稣基督之后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没有用的。因此有人变卖田产家业来供给有需要的人，这实在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当时他们很可能主要的是用小组聚会，很可能是在家里面聚会。他们可能也有大型聚会，可是当时犹太人不会让他们有这么多大型聚会的，所以他们就是彼此有关系，他们需要供应许多人的需要。不过聚会太多人，总是会产生问题，对吗？这些问题不是他们想要发生的，但是会发生的，但是会发生的。我们教会人已经不是很多了。 可是每一个主日涌进来的人，那主日崇拜现在大概六百多个人，以前多的时候七百个人，有时候八百个人，有时候到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到九百多个人的时候，那加上孩子，加上青少年，我们大概每个主日少都有八百个人进进出出的在这个在这个会堂里面进进出出的，你知道第一堂结束的时候就往外走，对吧？或者等一下第二堂结束的时候你就往外走，可是第三堂的人或第二堂的人怎么样？刚进来就在这里相会。 在相会之后呢，哇，好久没见面。刚才我见到一个弟兄，大概有将近，大概八年到十年没见面。哇、哦，看他就开始讲话了，讲话了，也不会管到别人了，然后就开始讲话，讲话，哎，开始聚会了，聚会了呢，我们声音还没有减少，因为太久没见面了。以后别堂就觉得说说，哎，你们在外面讲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出来讲说啊、哦，讲话小声，你讲话小声，可是过不久怎么样，又大声起来了，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说，到外面去好不好？这有感人的嫌疑，对吗？ 它外面又很热，冬天又很冷，所以你看，这小小的问题啊，这小小的问题啊，就让着很多人不高兴。教会初期的几个月、几年之内，他们从一百人变成一万人，你觉得是不是大问题？哎，我先问你，高兴不高兴？高兴的太早，对吗？真的，怎么不高兴呢？一百个人到一万个人，怎么不高兴？肯定高兴啊，这一定高兴的。可是，你想会不会有问题？ 而且你要知道，他们当时信基督的改变是很大的，像我们现在信基督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最近有几次传福音给一些人，他的环境比较特别，所以他信基督之后呢，他就不太敢明明的做基督徒，他要暗暗的做门徒。有的人是这样子的，那因为他有他的背景，还有他的环境，还有他的情况，那我们也先容许他这样，但是我们鼓励他。那你要慢慢的、慢慢的，你稳定了，你要站出来，你要站出来。那当时他们信耶稣是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原先的信念是弥赛亚是要来拯救。 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的信念都一直是这样子。可是这些后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说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却说这个弥赛亚已经救他们脱离了辖制。而这个辖制并不是政治的辖制，并不是团体的辖制，而是罪恶的辖制、个人的辖制。你知道，这是很大的思想上的转变。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很稀奇的。 你怎么可以改变我们几百年啊，至少五六百年我们的想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改变呢？这个跟传统的说法大意其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信仰的改变在当时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团体，就是说他们加入那个基督徒的团体或者加入教会，这个很不容易的团体，他这个很微薄的力量要瓦解，叫做旦夕之间 一下就瓦解了，因为当时的政治的状况是这样，当时的环境就是就就是这样，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哈，你要相信神没有问题，你信主了，你爸爸妈妈现在大概也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我爸妈没有对我这样，不过当我同年龄的时候，他们信耶稣，爸妈还把他吊起来打。这个人现在还在我们教会聚会啊，把他吊起来打，把他的圣经撕毁，你。 一本圣经把你撕得碎碎的，你还要信耶稣吗？你到学校，他把他到学校参加团契，他到学校团契就把他抓出来，抓回家，拽着回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状况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变成比较比较比较，你知道，比较没有太太大的困难。可是这个不困难也变成很大的困难，对吗？因为我们不太需要付代价。他们当时不是，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他们经历过。 生命的改变，他们亲眼看过神迹，他们有的人亲手摸过耶稣，因此他们人数增加这个问题是很快速的，但是也因为太快了，是教会内部一个重要的危机产生的原因。所以，第一，他们人数成长太快；第二，第二，请你写下来，信任危机。教会内部发生困难，其实最主要的是第二点，就是。 信任危机，请我们再念一次第一节“信任危机”。我们来读一倍，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里提到另一个危机发生的原因，就是信任。信任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当两个人彼此信任的时候，什么都好说。 什么都好说，当两个人失去彼此信任的时候，即便亲如夫妻、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什么关系都不不再有用。累积了多少年的信任、彼此相爱的经验，好像一气之间化为乌有。信任这一个事情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那种信任好像一旦失去就找不回来了，找不回来了。多少夫妻在结婚的时候海誓山盟，对不对？曾经说过海枯石烂的，请举手啊！没有，不要啊。<laughs> 海枯石烂，我告诉你，海也不会枯，石也不会烂，但是我们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当我们不再信任对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们一起共同经历的无数的困难都没有用。当时两个人胼手知足，对不对？哇，养孩子多么困难呐、啊！可是，一旦有一天发觉我不再信任你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啊。我们不再顾念那些东西，那些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有的时候哈、啊，那个彼此的信任关系，只有一方有错、哦，还不是双方都有错。可是，因着这个信任的关系失去以后，两个人就。 非离婚不可，好像全世界我唯一不能在一起的人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很奇怪一件事情，这个说起来很可笑，但是感觉却很真实，感觉却很真实。奇特的事情是，当信任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用尽方法要自我调整，或者改善双方的关系都不那么容易，都不那么容易。初代教会就发生了这样子的状况。 当他们非常快速发展的时候，不仅有犹太人信主，而且有一些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也信主了。你知道这是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当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信主了啊，嗯、呃，犹太全地或者更狭窄的是在耶路撒冷这边。可是有些外地回来的人，他们也信主了。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他们？ 说起很多的话，对不对？然后就有旁边人说：“诶，这不是用我的家乡所说的话吗？”诶，他们怎么会说呢？有很多人就信耶稣嘛。所以那时候外地有很多人过来，很多人过来，他们就信主了，他们就信了耶稣是基督。那这个背景我稍微讲一讲。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或者犹太全地的犹太人，主要讲的是希伯来语或者是雅兰语，这是他们主要的语言。而当时希腊文化。 已经进到罗马帝国，你知道希腊文化加上罗马帝国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组合，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军事、法律力量，它就扩展的非常快。然后希腊文化是附在罗马帝国里面，所以就传遍那边。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一律讲希腊文，一律讲希腊话，希腊的文化就扩张到。 所有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地方，也是罗马人统治的区域，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会讲希腊话的，他们能听，他们至少都能讲一点，他们沟通上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就是用希腊文。所以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们主要的可能是用希腊文，可是他们这些人呢，都会讲希伯来话或者是亚兰话。 但是从外面过来的，从小亚细亚过来的，从东方过来的，从北方过来的，从南方埃及这边过来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以前移民出去，现在他们回来说呢，他们主要讲的就是希伯来文。哎，对不起，希腊文，或者是他们出去的时候当地讲的话嘛，对不对？他们不是有人说吗？哎，他们怎么会说米索波大米的话呢？我们是那里的人，他们不会说的，他们怎么会说呢？你就知道说这些共同语言是希腊文。 可是本地的人讲的是希伯来话跟这个亚兰文，雅兰文。那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他们第一代还好，第二代之后，他们就原先讲的母语就是希伯来语或者是亚兰语的能力就变弱。那一基本上他们已经用当地的语言在沟通了，是不是？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 A、B、C，啊，你回来就很辛苦，对不对？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去去讲到，到下面看一个老外，然后我就讲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后来我就讲讲讲讲老外，后来结束了，我就下去跟他讲，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是在花莲嘛。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啊，我就用英文跟他讲 I'm sorry，我的英文不够不够好。那所以呢很不好意思，他就说，然后他就很调皮的看着我，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拢听啊听得懂吗？ 他说：“我拢听无，他开玩笑的。因为他精通英语，那是他的母语嘛，是不是？然后他精通台语，台语。然后呢，他国语可以听，也明白。他只是不太会讲，但是他没有完，完全没有听。后来他国语变得非常的好，变得非常的好。像他们这一种，他们就是外国人到台湾来。但是有一些人是台湾人到国外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来，他们的语言已经不太通了。” 那你知道，当时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你就知道这是很大的危机。第一节，我们再来念一下，我们再念一下，预备，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以前我们一读就过去了。我请问你，这个是不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请问各位，语言是不是一种隔阂？是不是？ 很大的隔阂，语言是不是造成误会很主要的原因呢？是不是？是文化呢？那就更严重了，更严重了。我跟我太太认识，结婚三十超过三十年了，认识超过三十五年了。那我们俩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哦，大学哦。然后我们大学过不久就结婚了，我怕她跑掉，赶快把她娶进来。因为我们相处了三十几年，你猜我们两个最近还吵架不吵架？ 你知道吵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那个用词的 definition 的问题。我们两个讲说要这样做，两个人说好，后来他做成那样，我做成这样。诶，我说我们当时不是讲好了吗？他说奇怪了，讲好了你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原来当我们两个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用同一个词，可是在我们里面产生是不一样的解释嘛。诶，你们没有这个问题啊？这边人比较有反应，你们什么意思？ 你看，我讲这个话其实是开玩笑，可是有些人就说你干嘛那么凶？你看，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语言是很大的隔阂，文化是很大的隔阂。喜欢开玩笑的人跟凡事认真的人很辛苦的，两个人都辛苦，何况是语言？那是从各地回来用希腊语的犹太人，甚至可能已经有他们自己语言的聚会。就像我们这边，我们有英语堂，对不对？ 哎，我问你，英语堂人数虽然少，大概是我们国语堂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多的时候，差距大的时候，可到三十分之一。我请问你，他们缺什么？能不能不给？你们都不晓得我们英语堂对不对？哎，我们每个组织这边给一个讲员，上面呢半个讲员，啊，一个讲员啊，太浪费了吧！这一堂不要给英文的听到啊。我们这里的讲员，每一堂我们都讲。 然后他们的讲员呢，只有我们二十分之一，不要用这么多讲员嘛，对不对？你们不能用交通的吗？你们只有二十几个人呢，哎，我们当中有些小组还不不止二十几个人，是不是三十几个人？那如果他们每个礼拜都要来来一个讲员，那我们教会怎么负担得起啊？哎，这种话能讲不能讲？哎，你们不要传出去哦。如果你们要造成教会的混乱，等下上去跟跟他们讲一讲就好了。你说这是很大的问题，可是这边的人会说说他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一定要用一个讲员吗？这就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定的需要，尤其他们讲英文，诶，我们讲中文有一些隔阂。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台湾人或者我们说中国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要英语敬拜嘛，这个唯一就是发现在这个事情上面。那这些从外地回来的，特别他们是外地回来的，他们是讲希希腊文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跟讲希伯来话的人隔有有一点点隔阂。后来就是说，好了，我们成立希腊语的聚会。 好，那成立吧。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攻击上被忽略了。以色列讲讲讲这个希伯来话的寡妇没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讲希腊话的寡妇被忽略了。我请问你，严重不严重？这可严重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讲希伯来话的妇女被忽略了，就不严重；如果讲希腊话的，就很严重。你知道？ 先不管有没有这个事情，先不管有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一旦他们这种感觉，那问题就很严重，因为这里有团体的问题，这个是个族群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意识形态的，我们所有会有意识形态的。有一次啊，那我从芝加哥回来，那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我们当中也有些人认得，那她是呃我们教会的的的呃的、呃、的姐妹，她从小在美国长大，那那次她就送我到机场去。 送我们到机场去。他到机场的时候呢，就 check in。check in 的时候呢，机票也弄了，边聊天边弄 check in，然后把把把那个机票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呢，他就说：“先生，请你等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的行李要送到那边去检查。”我说：“哦，那我就乖乖的，我就等他把行李拿出来，就拿给拿给一个推车的人就推过去。推着呢，那我们家会那个姐妹呢，因为她有美国籍了，她讲的话也是标准的英文了。她只是长一个东方脸，但是她就是一就是一个美国人嘛。她就有点不太开心，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一下就走过去了。总过在我们行李送到那边去了呢，就开始要做。 scan 呢，做 scan 呢，然后就问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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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做做做那个服务的人，他就跟他说，他说我发觉你们有 discrimination 哦，他说你有种族歧视哦，你知道那个那个那个人突然吓一跳，他说你不要讲这个话，他说这不是我们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你们过来，他说而且我们也没有种族歧视，他说你不要你不要这样讲，这压力太大了，他说不是，他说为什么亚洲人过来，非洲人过来，欧洲人跟美国人的直接行李都进去呢？ 听得懂吗？因为他行李你你就放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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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带里面嘛，然后他就输送带就进去嘛。那同时很多人在在在 check in 啊，很多人在那里拿那个登机证啊，就弄弄弄弄弄。那每一次呢就说啊，先生你的行李要拿到那边去检查，那我们就把行李拿出来，他就用车子来推，就放进去。那那那那那个白人白人就是美国人那欧洲人就把行李就这样放就放放到里面去，就从那输送带进去了，那我们就拿过来检查。 就拿过来检查，然后那个人就说说说，哎、欸，我这不是我决定的、哦，是他们决定的啊、哦，是他们决定的、哦、啊，而且呢，这个你不能讲这是种族歧视，但是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就跟他说，我看你就是种族歧视。哇，这很紧张啊，很紧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有感觉的问题，我们会有意识形态。 我们会觉得你不关心我，你这个是个歧视。你知道这是很大的危机啊。当教会里面有一群人觉得我被忽略的时候，我不信任你，因为你们这样做造成我们的困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有个信任的危机，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什么？发怨言了，发怨言了。那怨言一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嘛，是不是？他第一天可以忍耐，哎，怎么这天，哎？ 他们讲希腊话的寡妇来说：“哎，我们都没有吃的。”哎，不会吧？啊、哎，一定是分不好了。后来一第二天、第三天、第十天，哇，他们有去查查他们有没有？哎，他们有。哎，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你就知道这个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所以危机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信任危机。第三，第三，我们读二到四节，二到四节，我们读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初代教会发展太快了，人数增加太多了，在信仰不够稳定、信任不够充分之下的确产生问题了。再加上最主要，是他们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健全的机制来面对。 当时十二使徒他们有一定的分量，他们是强而有力的领袖，基本上他们的威望足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但我们也发现，当怨言起来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处理的，更何况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怨言又极有煽动力。请问你，我们比较喜欢听好听的，还是比较喜欢听有破绽的？ 请问说国家治理的很好，你很高兴听，还是哎洪仲秋事件你每天要看新闻的？我问你，我现在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哦，你知道早上我碰到李金元第一堂七点多的时候我就来了，他他已经来这里了。那我们大概七点十五分，我七点十分到吧，他大概比我更早来，因为我们俩在那边聊天。哎，我就跟金元说，我说我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我我跟你聊一聊。他说好，我们这边聊聊。哎，我说我们认识有三十年，超超过三十年了。 我说好，我也知道你的缺点，我也知道你的优点，你也知道我的缺点，你也知道我的优点。他说对呀、啊，他说你知道我所有的缺点吗？我说我我我不需要知道你所有的缺点，我只要知道你几个缺点就可以了。我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一定讲李金元的缺点，李金元一定讲我的缺点，为什么我不去讲李金元的优点？李金元就不讲我的优点呢？因为谁要听那个东西啊？对吗？ 我跟你说，郑先生多好多好多好，那有什么好讲的？跟你讲，郑先生，你要不要知道他的某些事情？要不要？我讲的郑先生是这个啦，不是那个啦。啊。我们都喜欢听，耳朵很奇怪，我们特别喜欢听。我告诉你，我有个内幕的消息。我们不喜欢听正面的、积极的，很稀奇。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教会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对不对？没有要掩饰。 但是是造就人的好话。其实我们今天不需要说谎，我们只要不把全部事情讲出来，就能够造造造成困扰嘛。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是不是已经开始处理了？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已经反应过去了。那使徒那那些使徒们说：“好好,好，我们会处理。”可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要顾祈祷传道，一方面要顾管理饭食，他们弄不来，所以他们可能并没有不顾这个事情，可是他们顾不及这件事情。 但无论如何，制度不全是当时的真正、真真正的状况。如果制度全了，就不是问题。但制度不全，永远是组织发展的过程，一定会有的嘛，对吗？再像,像我们读法律的人，你问我法律怎么来？一定事情发生了才定法律的，没有事情没有发生就发就制定法律的，没有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每个就是说，哎，法律制定了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告诉你，每制定一个法律就有十个破绽，听得懂吗？ 哎，当时军方说一定军方军事审判合理不合理？当然合理啊。制度是合理的，但人里面出了问题，所以他制度就要调整，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规则都是因为发生了问题才处理的嘛？你不可能的。所以制度的不全一定是危机的原因。可是我们要给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去解决他们制度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上当时我们所看见的这边啊，所谓危机发生的原因。第二，我们来看到底。 这些使徒们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事呢？使徒们到底留下什么榜样让我们效法？然后我们说，哦，教会要往这边走。第一，第一，我们来看，当他们要化解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首先，他们确定治理的轻重关系，请你写下来。确定治理的轻重关系，确确定治理的轻重关系。 第二节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以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对使徒而言，他们没有想。 到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的时候，后续而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管到他们吃的问题。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虽然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事情。有一次在五饼鳄鱼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怎么办？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对不对？可是耶稣讲这句话，他们不明白啊。 当时耶稣用五饼二鱼就变出了食物，让他们都吃饱了。可是这件事情就成为以后教会要做的事，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一直不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突然明白了，真理的圣灵了，我们突然明白了，哦，原来你们给他们吃吧也是教会的事情。教会建立之初，他们才发现这是重要的必须。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要确定我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这是使徒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感谢主的恩典，使徒们清楚治理的轻重关系。他们知道治理的轻重关系。这里不是说传道比管理餐饮更重要，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教会而言，如果祈祷、传道这件事情都没有顾好，那管理饭食做得再好都没有用。祈祷、传道。 是先于饭食管理。如果要饭食管理好的话呢，我们应该去找大饭店的经理来帮助我们嘛。但是不是在这边两个都要做的时候，那应该先做哪一个，或者怎么做呢？换句话说，信仰当然是生活，但正确的信仰应该表达出怎么样的生活呢？ 应该怎么做呢？那有些人哈，将信仰跟生活分开来，信仰是脑中的信念，而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有人是这样的，这就,就会产生理论跟实际不一样的基督徒。他讲的满口引经据典，他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这样，让我们慢慢的不是这样，让我们越来越不是这样。可是这种是属于理论跟实际不一样的，他们的所知。 并没有要成为所行，这也是法利赛人的做法。在他们的看法，信仰是一套理论，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模式，而不是实际的生活。那实际的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另外还有一种人，他的所知等于所行，那问题是出现在所知不正确。 所以，他所知等于所行的时候，他的生活虽然活出他的所知，但他的问题反而可能更大，反而可能更大。最近，我们长老们啊一起交通啊，他们就说要我写一点有关于啊啊同性恋的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我在这方面。 啊，辅导了一些人，也参与一些活动。那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些有一些经验，那也有些从圣经里面找到的找到的一些根据。那准备把这些东西写一写，写一写。那那因为开始有人发表这个东西了，那我们的我们的台湾的同性恋的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是发展的比国外都还快啊。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就要我写，他们就要我写，所以我就准备写。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的小心，因为怕被别人误会。那这样写。 才清楚还是那样写才清楚，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所知有问题，你知道我们的所行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所知变成所行嘛。比如说，我们知道得罪神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人在认罪之后，这个罪就会被赦免，这一件事情是第二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的。有人误以为我们一旦犯罪，神就不再理我们。你知道，我听过这种言论。 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他对别人也非常的严格。他总觉得一个人不能做错。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快快长。等我年纪长大了以后，我讲属灵啊。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属灵要快快长。你知道后来我年纪渐渐大了，我也开始做传道人了啊，我也开始服侍了，我也开始牧羊的时候，我常常跟基督徒说要慢慢长。因为你快快长。 就不得不假装嘛。你慢慢长，要长得好哎。很多人说圣经要要要要要一字一句的念。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哈、啊，圣经哈、啊，你啊拿到了之后哈、啊，当然有一部分要慢慢念了。可是呢，如果你有时间，就快快念。他说有有一次我讲人家就讲我了，我就说啊，看看武侠小说一样，你怎么看圣经像看武侠小说一样啊？ 我告诉你啊，看武侠小说得到的东西比看圣经还快，你不觉得吗？你只像看武侠小说一样把圣经全部看完我告诉你，你多看几遍，你就进去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很多的观念我们其实并不一定对。然后我们就说，说你你得罪神了，神不再理你。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因为怕神，因此在犯罪之后就不再敢不再敢找神，因此他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样做个基督徒才好。我现在告诉你，任何一件你犯的罪。 立刻要解决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找神嘛！哎，我们都做过儿女，对不对？做错事情怎么办？快去找妈，认了就好了。他顶多揍你一顿就结束了，对不对？不，他如果不揍你是更大的可能性。可是你不敢去找他，是你一辈子的困难。你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跟神关系更是这样。你一旦做错了，最快的方式就是说我错了，是不是？ 如果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就所知等于所行，你会更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使徒他们很清楚，他们把祈祷传道跟管理饭食的不同弄得很清楚。一个是信仰的内容要祈祷传道，一个是信仰的落实是把饭食管理好。信仰的内容有问题，那么信仰的落实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说：“我们来祈祷传道。” 我们找人去管理饭食，所以他们一旦弄清楚之后，你知道他们就怎么说呢？第二节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以的。”你看他脑筋清楚的很，他已经确定了治理的轻重关系。第一、第二，他们把观念传递的先后顺序，请你写下来，弄得很好。事实上。 从经文我们可以推出，当时十二使徒的确很可能是同时处理祈祷、传道跟管理范式。但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先后顺序，哎，轻重关系没有弄好。但是这一次他们弄好了，什么？就是他们把那个观念传递的先后顺序弄清楚了，弄清楚了。来，我们读第二节到第五节，我读一节。 你再读一节，第二节，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为” 菲利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安人尼格拉，他们在离经教会治理的轻重关系之后，他们开始把这个观念要传递出去。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十二使徒他们内部的讨论，因为他们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意见都一致了。这个是教会成长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教会最主要的童工，他们意见一致非常重要。你知道教会。 在新约以来，我们都看到带领人是多数，不是一个人。所以这十二使徒他们要有一致的看法。其实要把一个教会破坏，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最核心的那些人意见不一致，这教会就破裂了。圣经上也说，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这十二位使徒他们有一样的看法，他们内部一定有经过讨论的。 这十二个人，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在一起，他们先决定了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们要这样做，然后他们再出来。十二第二节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那一定有一个代表出来吗？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他们很准确的说出他们要怎么做。感谢主的恩典，他们把众门徒找来，当然不是把一万人都找来了，不是把八千人都找来，他们一定把。 相关的当事人跟当时已经在服侍的童工找来一起讨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观念传递的就很有顺序，也有果效。我们发现童工们就接受了十二使徒的看法，因为这个缘故，教会的危机就化解了，因为他们观念传递的先后顺序是对的。 如果观念传递的先后顺序是错的，他们就就去就,就,就去找那个那个呃呃呃寡妇，跟他们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两边就吵起来了。一定的，这个观念传递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事后看觉得哇，那个初代教会处理的真好。可是当我们自己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想的。我们想马上灭火，马马上解决问题。其实你看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啊。如果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赶快叫洪仲秋的妈妈不要讲话，姐姐不要讲话。你觉得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恐怕不能吧。我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也不是我的范围之内。我只是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有没有从圣经上学到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圣灵带领他们，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一步一步的沟通出来，先后顺序就出来了。这个是带领人的智慧。第三，问题厘清后就设立统工。 设立童工，那我看到这个呢，我也真的觉得很感恩呐、啊。原来他们是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我们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好不好？第五节、第六节，不然这样我念了、啊，你们看第五节、第六节，我念慢一点，你来想一想。第五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菲利、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迪阿人尼格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一次教会内部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是很大的危机。这个教会才刚刚成立，人数又暴增，基础薄弱，而且是族群问题，是族群问题，一定会有意识形态的。而所涉及的竟然是生活吃的问题。哎，我问你，吃的问题严重不严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名誉可以慢一点讲，有没有钱慢一点讲？ 先把饭给我吃饱了，我们再说，对吗？现在吃饭的问题出了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很不容易解决。但感谢主，圣灵的带领，门徒或者十二使徒愿意出来完全负责任，事情有很好的发展的方向。十二使徒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设立新童工，专门管理饭食。 这个设立新童的工的部分，我下次还会仔细的来分享另外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来说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方式很有智慧，他们也勇敢的面对这件事情。就是首先，他们承认自己能力不足。这些十二使徒说：“我们放下这个去管理这个是不合宜的。”啊，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本来我们两件事都管，本来我们两件事都管。 所以他们承认他们有没有做好的部分，他们承认自己能力的不足，他们没有办法同时把两件事都做好，所以他们要另立同工来照管这件事情，这实在是很负责任的、很负责任的做法，很负责任的做法。他们说我们做不来，那我们另外另立同工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化解困难的条件就是，当我们找到问题之后，我们要找人去负责起来。 不然的话，这个事情还是不能解决。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我最后再讲一点点，我们就结束了。第三，问题解决，后来发生什么结果呢？后来发生什么结果呢？我们来读第七节，我们来读第七节，我们来读第七节，预备，请。 一个教会不会永远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因为教会是往前走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教会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初代的教会，外来的逼迫不断，好不容易外来的逼迫被他们超微的挡住，挡住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神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他他他自己的道，好不容易人数增加，美好见证不断的时候，就发生了内部的这个危机，大的问题。 差一点造成教会的分裂。你知道造成教会分裂还是小事，是大家信心都软弱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上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神失去信心。虽然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看人，我们应该看神。但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对吗？ 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事情解决怎么样结果呢？第一个就是神道兴旺，人数增加。你可以写下来，神道兴旺，神道兴旺。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结果人数增加。耶路撒冷的门徒加增的甚多，甚至谁信从了这道啊？祭司，你知道祭司是当时最不容易信耶稣的人，所以危机就带来什么？转机，危机带来转机。最后一点，最后一点。 就是第六章八节到八章四十节，我们不仔仔细的读那个内容，可是这是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童工兴起，福音就广传。童工兴起，刚才那个念那个七个名字，我跟你们一起念，对不对？因为那七个名字都不好念，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熟悉，只有两个人我们熟悉，一个叫做斯蒂凡，另外一个叫做。 菲利这两个名字我们比较容易念，可是事实上可能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七个名字通通是希腊文的名字，不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七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归国华侨。这七个人没有一个是原来在耶路撒冷跟他们一起认识耶稣、经过耶稣。 摸过耶稣的人，他们不是，他们都是归国华侨。这七个人都是希腊文的名字，只有菲利这个名字，希伯来人也用这个名字，可是这个文字是希腊文。换句话说，这七个人都是刚刚才信耶稣的，他们不是是起初是跟随耶稣的。 他们是最近才信主的，甚至可能是那个三千人，可能是那个五千人，最有可能是那个三千个人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有没有？他们都很惊讶。后来就有人信耶稣了。那天受洗的就三千，可能这七个人都在那里面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老会友还是新信徒啊？新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被选起来一起管理饭食，可见服侍主的人不一定要信主多年，是老练的基督徒不一定。 我说不一定，就没有说一定不对吗？是不一定，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他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就可以出来服侍了。这些新童工不仅在管理范畴上面有美好的见证，下礼拜我要告诉你，他们真的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是什么呢？第六章八节到七章六十节就记载了尸体版服事的见证。 而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十节就记载了菲利服事的见证，菲利一直到最后面，使徒行传最后面还出来，而斯蒂凡只有出来两章就结束了，因为他训道。你看这两个人，他们原来是管饭食的，以后就变成传福音的，甚至就训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的危机一定是教会的转机。 他们在危机里面，神恩待他们；这些领袖、这些带领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知道在教会危机的时候，我们应当仰望主，而这些带领的人应该起来负起责任，好好在神的面前追求，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但是我相信，虽然人软弱，但是神会怎么样？会改变。主耶稣，我求你改变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从苦变成甜，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从恨变成爱。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嫉妒变成欣赏。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从骄傲变成谦卑，好叫我们这个人被你自己更多的得到更多的改变，好叫你。 当时把苦水变成甜水那样的事情来临到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主，没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没有一个教会不经历风暴，也没有一个教会从开始到结束都走在顺境里面。但是你让我们看见，即便有天大的难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给我们恩典，求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主要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巴不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经历你，我们天天经历你，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求你悦纳我们所带来的奉献，无论是奉献给教会，无论是奉献给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奉献给各种机构，求主使用这些钱用在最合适的地方。 主要我们现在要分散，我也求你在这过去往后的一个礼拜当中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下礼拜再见的日子。谢谢主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赋、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以及神的众教会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